我从2003年开始来做清洁打扫的志工，那时候板桥营区还没盖好，因为我来承担这个福田，就是讲我都唔捌去，啊上人讲的说，啊个人个人的功能嘛，地有地的功能，啊碗有碗的功能，啊那我就哎，那我这个福田我可以承担，啊我就感觉非常欢喜，所以我就一直持续到现在。 我本来就是重听的人，啊，讲话就会大声一点，啊，会急，那种很急，啊，会急的时候，口气就会大声，啊，人家听了就会感觉不舒服嘛，啊，后来我看他那个资深的师兄师姐，他们在处理事情，是他听他们的口气、态度、声色柔和，那时候我才真的是。 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处理事情都是这样子，其实是我的口气态度太急了。后来我都会用柔和的态度跟人家互动。我在这个福田志光这边，真的是爱学做人。哎呀，啊，因为个性大家也不同，啊，其实是他们是我的善知识，让我自己可以随时做人。 现在大家的心都非常的和，像一家人一样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些福田志工。